红的还有近来在宅男圈掀起话题的爆红素人豆花妹，不仅备受宅男的喜爱，而且代言走秀活动也接不完，身价更是直直涨。三个月前的接场活动才5000块钱，如今一口气是变成了4倍，出席场活动就要价20000块钱，直逼通告艺人的价码。就狂扫宅男圈的豆花妹为一线手机品牌代言走秀，虽然表现显得深色许多，不过现场镁光灯照样闪个不停。就是这样纯真无辜的表情让豆花妹瞬间爆红，不仅已经在宅男圈人气指数挤下宅男女神瑶瑶，身价更是翻了好几倍。三个月前替电脑大厂代言活动，一天也才5000块，不过现在想要请她出席一场活动就要价20000元，等于是原来的4倍之多。最近有比较多哎，通常一天大概要赶个2-3场吧。对，赶场再赶场，连带也让今年还只是个学生的豆花妹月收入已经直逼7万元，比起一般的上班族薪水还要高，甚至还知道要买基金投资理财，目标就是在26岁在台北市买下一间房。我妈妈有在教我要做那个自己要理财的，所以我就有在懂，跟着妈妈一起缴那个钱。看来才快刚满22岁的豆花妹已经比同年龄的人抢先一步体验赚大钱的成就感。记者采访罗志超，台北报道。好，再看到是我们今天的独家。